迎 Miss Tracy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。Welcome Tracy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这个精彩表演，每一个阶段都不容错过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们的月台的两侧，大家已经去过了吗？我们有很棒的这个摊位，包含了我们所有的可能书籍、文化，还有航空公司。那当然还有我们印度传统的服饰，跟现场还有 Hanna 可以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手绘。那么以及呢，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穿一下像我身上这种纱丽，就是印度的传统服饰。 OK， 那么再一次借给我你的掌声， Welcome Tracy， 欢迎。
Thank you.
Tracy， 谢谢。由广场线小姐为我们带来的第一段 Odyssey Dance。